200多的价格吃一顿 M9 和牛寿喜烧，再加6种其他的日料，那这个我肯定是不信的，一定要来看一下。3人份先给我上了3杯科尔必斯。第一个呢是刺身三拼，选用了三文鱼的背部，将近1厘米的厚度，吃起来还是挺爽的。刺身的甜虾呢一共有5只，口感呢有点凝脂状，带着一点点微甜。然后是一道烤青花鱼和炸鸡，表皮炸到酥脆，这应该是最基本的操作。炸鸡肯定要配上一杯快乐水。今天的重点就是这个关东风格的寿喜烧 M9 级别的和牛，雪花纹理明显，这么一盘大概有200克左右，涮上3到5秒钟，不要煮到全熟，吃之前一定要充分裹匀生鸡蛋，无菌的鸡蛋不仅不会吃坏肚子，还会让牛肉变得更加嫩滑。异味或腥真的不会，真的不会，增加这种非常顺滑的口感。寿喜锅当然还配了一盘蔬菜，以为这样就结束了，竟然又上2盘鹅肝炒饭，还有一盘打包回家当晚饭，结尾还有2碗红豆年糕糖水，一共消费288元。